今年咧，同埋未來啊，喺一兩年之內咧，我相信咧有一個名詞啊，喺香港咧係最會好多時候俾人會提起噶啦，就係好好 h e t 嘅呢個名詞，一定係叫負資產啊！即係好多年大家冇再去講即係負資產呢一件事啦，但係過去嗰個嘅負資產一係不斷咁激增啊，所以咧呢一件事將會喺未來成為一個主要嘅頭條嘅名稱啊！ 咁啊，今年首季嘅負資產嘅按揭金額啊，係一千六百五十三億。咁你就咁睇啲數字，有冇乜嘢嘅？嗱，對比下去年啊，二零二三年第四季尾啊，係一千三百一十三億。咁你話，唉、欸，都冇乜嘢啊，都冇三百零億冇乜嘢係嘛，唔會咁大影響係嘛？因為睇數字睇唔到啊嘛，就咁普通人唔識去即係誒理解啲數字。咁我哋大家計一計啦。 單係一季嚟講咧，呢、這、一個嘅負資產嘅啊按揭金額咧，其實已經係增加咗廿五點九個 percent，好恐怖啊！即、就、係、是、你負資產欠銀行嘅錢，呢一堆嘅咁嘅物業已經即係淨係欠債嗰度已經增加咗百分之廿五點九啊，好恐怖。 负资产嘅按揭金额嘅大增啊！首先咧就代表一班嘅即系新嘅业主已经陷入咗呢个经济嘅困局，咁梗系啦！大佬你买咗啲嘢跌穿晒个底价，你个首期冇晒啦咁样，你惊唔惊？即系嗱，你谂下啦，你取咗好多年钱，当你听咪声啦，唔好理佢啦，你俾啊俾咗听咪声啦咁样，好啦，俾咗之后点知跌穿咗跌咗十个 percent 啦？喂，嗰十个 percent 可能就系你一副身家嚟嘅，你知而家好多嘅。 新嘅年輕嘅朋友咧，即係即係首期，以前都話好辛苦，就揾個首期出嚟嘛。而家呢班咪就係好辛苦儲個首期出嚟，即係可能將幾年儲嘅錢咧俾曬落去，咁啊冇晒，咁啊進入咗負資產嘅狀態。咁啊，你話你驚唔驚？即係我當你層樓誒八百萬啦，或者六百萬嚟，六百萬,萬好唔好？你俾咗六十萬，個六十萬冇晒，而家可能剩翻五百零萬或者五百萬，哇！ 大佬，如果而家有咩問題嘅話，你就係破產啦。兩個啊，老豆，唔係個個個男仔同個女仔，通常咧兩個人一齊啊嘛，結婚啊，未來成啲嘢，咁你孭住個負擔咪幾犀利？又要繼續供樓，但係你供都唔知幾時咧，你嗰層樓咧先至會變正啊！即、就、係、是、你不斷將啲錢抌咗落鹹水海，因為你要填翻個氹，哇！咁啊真係大件事。咁好好簡單啦，你諗下啦，你自己即係揸住間父子產嘅物業，你會點啊？咁你咪～ 即係唔敢使錢咯，係咪啊？因為大佬輸到即係你等於去走去賭場輸咗大嚿錢，咁你食飯都求其啦，買個麵包算食啦，係咪啊？仲仲仲大魚大肉噶，咁啊於是乎你嘅消費能力肯定大大降低嘅，咁咁大量嘅負資產就會顯示到香港嘅人嗰個消費能力就會越嚟差，嗰、那個經濟咧就會越嚟差，咁啊更加嚴重嘅當然係香港啊銀行體系啊會受到衝擊。 咁啊！你睇下，你銀行嘅手上佢攞住啲即係物業嘅按揭嘅物業啊，即係咁就個、是、價值嘅大跌咁樣。咁啊，將會嚴重影響佢嘅貸款計劃。即、就、係、是、當然啦，你好簡單啫嘛。你當你自己啦，係你係借錢俾人嘅，咁又借錢俾人哋，咁你收翻一啲嘅即係物業翻嚟做按揭抵押。必示你可以賣咗啲物業啊，我嚟去啊頂翻條數咁樣啲嘢，注意處理啲嘢啦嚇。點、啊、知咧？呢啲物業你喺手上嗰啲一路係咁跌。 你借啲錢咧就未收得翻嚟個，佢慢慢還啲還啲咁樣喎，你驚唔驚啊？即係如果嗰班人全部而家唔還，哇咁你就大 Q 鑊咁樣，所以你好自然咧，你嘅減低嘅風險係點啊？就係、是、話新嘅按揭盡量唔做啦，做少啲啦，或者嗰個嘅即係啊股價又再低啲咁樣，諸如此類啦。結果就係會係即係嗰個按揭市場嘅情況就越嚟越差。 嗰啲新人想买楼就越嚟越难买到啦，因为大家都会将嗰样嘢话：，唉，而家冇啦，冇咗呢一个压力测试啦。银行唔会有冇咧？黐线，银行系自己嘅压力测试，黐线噶啦。一睇，唉、哎，唔批俾你，咁咪咁咪叫冇压压力测试，使乜啫？我做乜跟政府嗰、那个黐线啦咁样？佢自己有一个嘅大佬，啲息口而家又高，我做乜借钱俾你啫？又唔系攞到好多嘅即系利益，而家差唔多系冇咁滞。咁啊，为咗以后啫嘛，唉、哎，以后至算啦，而家。

結果咪就係買唔到樓咯，更少人買到樓，咁咪點啊？樓市咪繼續跌咯，就咁簡單。好啦，香港嘅經濟咧，因為已經睇到一路一路向下跌嘅啦咁樣，唔少個貸款嘅個案咧出現咗拖欠嘅情況。喺直至去年嘅九月咧，負資產嘅貸款咧個案咧個欠款已經超過咗三個月嘅比例咧，係零點零二個 percent。咁啊～ 即系拖欠供款啊！你諗下呢啲係即係係破產嘅先兆。即係點解要拖欠供款？供唔到啊，大佬頂唔住啊咁樣，咁咪拖欠供款咯。咁啊，啊你你知道咧，拖欠咧其實你個 credit 就差咗啦。咁跟住其實你有好多情況都會好麻煩。咁所以通常嚟講，拖欠呢啲咧就係一個警號，話俾你銀行聽，喂呢啲可能會變誒、呃、即係。 b a 嘅啦，debt, 壞債嘅啦咁樣，咁就,就好麻煩啦咁樣。咁啊好啦，咁啊去咗同年嘅十二月咧，就增加到零點零三個 percent。咁啊今年三個月咧就更加升到零點零六個 percent。好啦，表面上咧你話負資產嘅即係貸款拖欠個案都係好低嘅啫，百分比係咪啊？而實際上邊咧唔係睇佢個數額有幾多，即、就、係、是、數字嘅比例，即係零點零幾咁，大家都唔識去計呢啲數，咧唔理佢。 但系最紧要睇一个增速，因为喺短短嘅半年之间咧，由零点零二个 percent 增加到零点零六个 percent，即系增加咗变咗三倍咯，即系变咗三倍咧，增加咗两倍啦，几恐怖！即系嗱，你第一计呢个速度，你就睇到啦。如果系半年就已经变三倍，咁或者系一年之后就变九倍啊！哇！如果你身家你系咁变化，你发达啦你。 咁啊、嗯，原咁啊，即系話咧，誒係啊，好、哎、快啊變廿，即係年半之後就變廿七倍噶咯，兩年之後就八十一倍啊，老細，驚人啩呢、這個速度！咁、嗯、啊，零點零二，02, 喂，兩年好快嘅咋？喂，已經過咗半年嘅啦，而家接近一年嘅啦，老細，係啊，好快啊，好快噶，啪啪聲就過噶啦咁樣，兩年，仲我年零就到噶啦咁樣，咁啊係八十一倍。 1> 即係一點六二個 percent，哇！一點六二個 percent 就好恐怖噶啦，拖欠喎、啊，即係話呢一班人都最後會破產噶，負資產佢供唔到，咪就破產咯。如果你話有一百個人買樓，有一點六個人即係、就是、個嗰個嘅户口係會破產，哇！你要記住呢班係破產啊，咁跟住又有湧嚟第一批，第二批嘅一路係咁嚟喎，哇！就死得咁樣咁高嘅比例嘅負資產貸款啊！ 個案就會逼銀行啊？點啊？會繼續縮減佢嘅貸款。即係大佬都即係你做呢個生意都一路唔好做啦，仲大鑊咧，仲派多啲錢出嚟啊，梗係盡量縮減啦。於是乎咧，經濟梗係緊縮噶啦，梗係慘啊，咁啊死得啦咁樣。咁啊，貸款人咧還款嘅能力受到影響嘅情況咧不斷咧就上升。金管局已經提醒啦，上述個數字咧只係欠即係涉及係銀行嘅。 即係顯示出嚟嘅，即係負資產嘅一案嘅貸款嘅啫，唔包括二案啊。即係你知道仲有好多二案，因為好多人將啲屋啊外擺喺二案嗰度噶嘛，嗰啲欠款係冇人知道仲犀利。加埋落去可能仲多過呢個一案咁啊，死得咁樣。咁啊，所以呢，大家可以睇到就即係香港嘅樓市，我講咗好耐好耐，不停咁同大家講，絕對係四面坐歌，即係。 一路跌係肯定噶啦，而家最嚴重嘅問題係，即係有啲人最想知噶啦，但係永遠都唔知道就係、是，喂跌到幾時啊？跌到邊個位啊？冇人有呢一個嘅水晶球，因為而家呢一個係共產香港，即係共產香港啊！實在太新鮮啦呢一個咁嘅情況，即係表面上誒當然誒中央政府好想救啦，好想唔想你跌落去，但係你嘅問題就係、是、大陸啲樓咪又係想救，唔係你想救就救得到啊，大佬。 而家全部嘢全面都爆發出嚟，即、就、係、是、你好簡單，即係喺個計劃上面好清楚㗎，即係二零一五前後咁樣，即、就、係、是、不斷叫啲即係內房公司嚟買樓，跟住然之後係內銀就借錢俾佢哋，然之後就即係、就是、攤平咗香港嗰班嘅地產霸權嘅勢力。 咁啊，諗住掂晒啦嚇，點知全部趴晒街？你唔會知道有衝擊事件，你唔會知道有 Covid nineteen 嘅事件，你更加唔會知道二零一八年已經發生呢個中美貿易戰嘅事件，跟住砰，全面就向下跌啊、那個經濟，咁你咪搞成咁咯？香港而家係喺計劃經濟嘅情況嘅指導之下，就一路向前下仲要去發展呢個新界東北，就話要起呢一個嘅即係明日大雨但係個問題係。 香港都冇咁嘅經濟 back up 到，而家根本係萎縮緊，而唔係擴張緊。咁啊，但係你已經計劃咗個經濟唔會改變，香港咪要即係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就捱過去咯。冇人知道會捱成點嘅，所以咧记住啦，即、就、係、是、再等十八個月啦。<laughs> 好啦，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講，即、就、係、是、一個曾經點名過嘅屋苑。

呢一個所謂十大濫籌屋苑，而家情況係點樣？因為佢歷史啊比較悠久啲啊，係首個大型嘅私人屋苑嚟噶嘛。咁啊，再講嗰啲資料啦，即係以前就係美孚油庫啊，跟住係由新世界去誒重建咗住宅咁樣。咁當然當年入伙嘅時候咧，即、就、係、是、我哋細個嗰陣時候咧，見得哇好靚㗎，我哋上到去。我記得依稀記得嘅保誼球場啊，嗰、那個時代。 咁啊，跟住咧就有咩入場電線啦，有呢一個中央石油氣系統啦，哇！嗰时時真係好新穎啊！以前你知啦，我哋屋企都係嘅，即係揾人抬啲石油氣上去咁樣嘅啫嘛。咁都發生過啲洩漏嘅情況，好麻煩啊！咁啊，後尾有咗呢個煤氣之後又皆唔同啦。咁啊，但係當時美孚新村嚟講，有中央石油氣系統咧係好新好新，喺一个六八年之后七八年之間啊，即係經過成十年時間咁慢慢入伙。 提供咗總共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九個住宅單位，分八期，九十九座，哇！你幾誇張，真係好多九啊九棟啊，哇！多到成百棟咁多啊，誇張！單位面積係由四百二十九尺至到一百四一千四百三啊五尺不等咁樣，咁就係間隔一房至四房啦。係少數提供咗一房嘅誒户型嘅藍籌屋苑啊，即係以前啊比較少需要啲一,一房嘅，但係佢就有提供呢、這個係少啲嘅。

美孚新村嘅形象同埋配套呢，當時係好適合當年嘅中產階級嘅，即係我哋梗家亦見到流晒口水啦。因為以前我哋都係住一啲誒、呃、五層啊、七層啊呢啲咁嘅，即係單棟樓咁樣度喎，係好少見到啲咁大型嘅屋苑，咁有又管理處又剩嗰啲嘢，好少咁樣。就當然好多相當於當年嘅誒、呃，即係中產階級咧人呢，就會搬咗入去。 咁啊，七十年代咧就係美谷新村第八期啊，即係最後嘅一期咧，就售樓嘅廣告咧，仲話一家三口宜室宜居啊，世外桃源啊，風光啊如詩如畫咁啊，嚟一個吸引嚟嘅。咁啊，其中以六百六十三尺嘅係最即係受受歡迎嘅單位。嗰时時候咧係二十點一萬六百六十三尺，仲係賣二十萬一千蚊。哇，當然即係而家睇聽到街流口水啦～ 就當年當然啦，仲係賣係係仲係所有樓係一成嘅就 O K 啦，就二、OK 就是、萬蚊就月供啊二千蚊到就可以做業主，甚至乎你租咗俾人啊即刻就可以夠錢供一層樓啊！所以好多有資金嘅人就會賣樓嚟去收租咁樣啊！以前係得噶，咁啊上一輩呢，所以就視呢個美孚新村咧係中產嘅恩物嚟嘅。咁啊隨住當然啦，即係更多嘅新嘅屋苑落成之後呢，就大家嚟聽佢做叫佢做老人私樓。 又或者有啲人咧稱呼而家嘅美匯新村係叫咩啊？西九老人院啊，真係犀利，因為你知啦，啲人買咗就唔會搬，咁好多老人家啊，即係一路住住喺場邊喺入邊。咁啊，我知阿盧海鵬係住喺美匯新村，我同佢喺嗰邊就見過面。咁啊，一路就話嗰個嘅屋苑啊比較殘舊啲啦。 不過咧就誒、呃、美新村有個好處就係、是、佢一路以嚟咧嗰個交求量咧，即係買賣咧係比較係暢旺嘅十大屋苑啊，所以係叫做咁啊、嗯。但係呢一個嘅屋苑有啲咩好處，有咩壞處咧，慢慢同大家講嗱誒，因為區內嘅發展咧。 係比較耐嘅時間啦，所以咧交通嘅配套係比較齊全嘅。第五期至到第七期係鄰近咗呢一個嘅港鐵站啦咁樣，咁啊所以咧佢嘅樓價係相對嚟講係比較硬淨啲嘅咁樣。咁啊屋苑入邊有巴士總站啦，有民生民生嘅商場啊街市咁樣咧，咁所以咧日常嘅起居飲食咧亦都可以 O K 嘅咁樣。 咁跟住隔離咧就有呢一個荔枝角公園公共泳池啊、體育館呢啲咁樣，但就冇會所嘅嗰陣時未興嘅，比較咁快啊，大佬應該要去到成九十年代開始先至係即係興呢一個嘅會所啊。咁啊，因為佢嘅歷史好悠久啦，部分嘅樓齡已經超過咗五十年嘅咁樣，樓宇嘅設計亦都係即係岁歲月不饒人啦，所以咧部分嘅即係呢啲頂層嘅單位咧。 係喺升降機旁嘅，就電梯就唔能夠直達，就你要係需要係咩誒？即係誒行多一層咁樣啲嘢，係、哎、好麻煩，所以裝修嘅搬運都比較麻煩。咁當然啦，即係呢啲喺個樓價上面咧誒，即、就、係、是、表現得出嚟咁樣嘅。嘢。咁有啲人習慣咗冇咁以前咪有咩？以前,以前七層樓咁嘢啦，係咁行㗎啦，係咪先啦？即係冇話唔得嘅，你叻添啊！下一層咁哇好嘢咁樣啦。另外一個隱憂咧就係、是、當然咧就係好多人會討論嘅，就係佢個按揭嘅問題。 咁啊，就有啲就誒嗱，佢、呃、佢第一期嗰啲咧就已經係即係唔可以按到三十年嘅，就係、是、有啲係廿五年，有啲二十年咁樣啦，都難能可貴。咁咁就其他仲可以按到三廿年嘅而家。咁但係未來慢慢就唔知噶啦，隨時要改變啦。咁你知道而家呢啲村屋又話唔就说又話唔按啦，又話收緊啦咁樣誒啲、呃、工業，但係又係收緊啦咁樣，所以你非常之小心就係、是、幾時呢啲。 柳玲即係咁鬼老嘅屋苑咧，係會突然間銀行就話：喂，我哋收緊佢啦咁樣。嗱，你要小心呢樣嘢。所以美孚新村咧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大家如果要買美孚新村嘅時候咧，就特別要小心呢個情況，就未必喺個成案方面咧咁容易嘅。所以你買之前一定要問清楚銀行，同埋個交易時間唔好壓唔好拖咁長咁樣。咁啊～ 由於佢係好早期起興建嘅咁樣，咁佢嘅設計咧係較為簡單啲，所以有啲人就比較中意就係咩咧？佢個主力牆比較少，咁啊有啲人中意拆下、拆下、啊、拆、啊，即係我哋咁樣我成鬼日中意拆晒啲牆嘅咁樣，咁啊，因為以前我一個人住嘛，我拆鬼晒，剩翻一間房就我嚟收埋啲衫啊咁樣就算啦，咁跟住我全個屋都打通晒，又又雙晒鏡，我自己中意咁樣啫，一個人嘅時候，而家冇啦，哎啊，而家。 而家拆出我老婆打鬼死啦咁樣啲嘢，咁啊有即係啲人咧就中意點樣去設計佢間架得，咁所以咧如果你中意自己搞下啲設計咁樣，令到啲采光度會靚啲啊，或者效果好啲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啲樓咪啱你咯，去以點玩得。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個問題嚇、啊，即係因為誒屋苑老化，咁你呢個又裝修，嗰、那個又裝修，可能你買間樓嗰時已經試過有五六個業主住過咁樣。 咁啊，嗰啲石屎啊，不停俾佢砰砰砰砰砰咁樣，其實係好受傷嘅，就是、已經即係咩都係咁樣，俾你作碰牆，俾你作咗咁多年，哎批檔又嚟啦咁樣，個地板又再磨啦咁樣，磨得幾層啊？所以咧、就是，即係即係滲水啊咩成啲嘢，你你已經解決唔到嘅問題，已經好大堆嘅咁樣，所以即係、就是、小心啲喺呢方面啊！即係即係我自己唔中意住舊啦，我可以話俾你聽，我以前咧試過係誒不拉山住。呃 就租嗰啲政府嗰啲嘅，即係、就是、高級公務員嗰啲樓，係啊，同阿阿陳奕迅，即係佢同埋佢阿爸爸咁樣，嗰陣時佢都係住喺嗰度嘅咁樣。咁啊，哇！我住過之後咧就唔得，我住咗半年到，半年定一年，我唔好記得啦。就即係、就是、就跟住買樓就搬咗咁樣，搬咗去中金閣度。咁咧就哇，好慘嘅，即係啲潮濕啊，同埋啲滲水啊，即、就、係、是、總之啲樓嗰啲舊嗰啲效果咧係同埋啲廚房嗰、啊、啲霉味，你你驅唔走嘅。 所以就即係係唔係唔係唔係咁接受到，因為嗰陣時候你要揾到三千尺嘅樓啊，唔係咁多。佢嗰度唔知二千幾，但系但係個個 size 好巨型㗎，又露台又唔計啊，咩剩嗰啲嘢都唔計啊，好奇怪咁，所以咪咪租咗地方一段時間啦。咁啊嗱，佢、呃、交通同埋生活嘅配套啊比較完善啦。 咁啊，交投比較活躍啦，頭先講咗啦，咁啊容易轉手，呢啲都係佢嘅好處嚟咁樣。咁啊，兩房啊間隔比較多啲啊，大家可以適合你上車盤咁樣。咁啊，同埋周圍有啲嗱，雖然佢冇大型嘅商場啦，因為而家好多屋苑都係黐住大型商場，佢係冇嘅。咁但係就有誒美孚廣場啊、萬事達廣場咁樣啦，小型啲咁樣。 咁啊，啲街市啊、商鋪啊都好多啊，你知，美孚新村咧就即係你唔驚個垃圾就得㗎啦，同埋有,有時候即係大家會見到即係行人都麻煩啊咁樣啲嘢啦，你唔介意就 OK 啦咁樣。 咁跟住大家之前講過啦，有誒荔枝角公園啊、嶺南之峰喎，公園公园入面有游泳池啊、體育館啊、足球場啊、網球場啊、板即系滑板公園啊、公共圖書館呢一大堆啲咁嘅嘢。咁同埋交通就因為係有美孚站啊，係屯馬線、屯荃灣線嘅交匯点啊，所以交通方面肯定係方便嘅。即係如果你中意方便冇 OK 咯，你唔計二間屋救救，陳行舊舊咁啊得啦咁樣。同埋好多老人家出出入入。 即係有時候有啲人唔中意同啲老人家咁多老人家一齊住咁樣，即係驚咩行行嘅撞親佢咁樣啊！咁啊，咁啊當然啦，即係好齡耐舊嘅咁樣咧，就因為成五廿幾年啦已經。咁啊，除咗維修之外咧，就即係按揭嘅隱憂，大家要記住頭先講過。 咁啊，所以不停咧。其實呢樓舊咗咧，每隔十年到咧就要一個大嘅即係收葺噶啦。所以呢啲問題你都要考慮埋呢度。咁又你要維修嘅費用會不斷咁增加，不斷增加，好麻煩咁樣。咁同埋即係又要行一層樓啊。如果你某你買某啲樓嘅時候，你要搬運又好麻煩咁樣啲嘢。 咁啊，好、嗯、多討論區都會講噶啦，即係話，喂，美孚新村誒，仲買買得過啊咁樣啊。咁啊，好多人就話，喂，好殘舊啊，唔好買啦。有啲人就話唔係啊，抵食夾大件啊，就因為佢平啊嘛。哇，個上面積比較高啲咁樣。咁啊，但係而家都係計上面積噶啦，所以都冇乜冇乜特別嘢噶咁樣。咁啊，樓齡越高嘅話咧，價格咧就相對嚟講係低啲嘅。咁但係就你要小心啊，真係喺個按揭嗰度。 咁啊，嗱，首先你要計一計咧，就係話喺誒長者嘅人數嚟計咧，美孚新村六十五歲以上嘅人口咧，統計咧係接近一萬人嘅，係一萬人左右嘅。咁啊，係全香港所屋苑啊，佔 number one 第一嘅，所以被稱為呢個西九老人院啊，係有原因嘅。所以呢啲咁嘅情況，你又要接受得到嘅。 即係你知啦，你見到咁多老人家嘅話咧，你就誒好、呃、自然咧，嗰啲啊鋪頭啊咩成日佢都會適合咗佢哋嘅嘢，咁你就變咗嗰個生氣勃勃嘅情況係少啲㗎。咁啊，當然另外仲有啲情況，大家都會記得啊，東張西望喺二零二二年嘅陣時候搞啲咩美虎新村嗰啲老老鼠啊事件啊，又話揾咗成十隻老鼠屍體啊，諸如此類嘢。咁所以咧，呢啲鼠患嘅情況咧仍然係有問題嘅，所以你要小心啲啦，即係。 我自己接受唔到嘅啫，但係如果你覺得話個價格你抵啊咁樣啲嘢，你就要去留意下呢樣嘢。咁啊有啲人就會講話，即係佢係誒好殘舊啦咁樣，成個老人院咁樣啦。咁如果你係中意殘舊嘅咁樣破爛破爛啊，你啱啦，你啱呢樣嘢啦。咁啊有老鼠曱甴一大堆喺個未婚新村嗰度啦，你中意啊買嚟自住咁樣啦，就唔好甩手咧，咁啊住到你死啦冇問題啦咁樣。即係好多人都係咁講嘅咁樣的。咁但係即係。 每個人睇法就唔同啦咁樣，咁啊嗱，但係當然啦，即係有啲人會話喂唔係喎，佢開積好多，你睇下長實嗰啲樓成日啲鑽石鑽石型嗰啲啊，我唔知點賣家私啊，佢呢啲是是正正嘅，一定好啲嘅。咁啊同埋即係你自己住啊好啊，管理費平啊，因為冇冇呢個會所啊嘛，肯定啦。咁啊發團啊大把錢係咪先啦？咁啊定期維修啊，佢哋搞得掂㗎啦，OK 啦咁樣啲嘢。咁啊，當係交通方便呢個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情況。 咁啊，所以喺誒、呃、即係買樓嚟講咧，就即係誒、呃、大家嗱、呃，如果你我哋住嘅話咧，我唔介意嘅，因為點解咧？佢嘅情況就擺喺度。你買嚟住嘅話，佢咪咁樣咯？你中意咪得咯？係咪先你話係啊，我就當入住入老人院咯咁樣，啱晒你啦咁樣，成日都會有 B 啊 B 啊 B 啊咁樣，知唔知係咩啊？啱同你講，逢尾老人多嘅地方咧，救護車、十字車成日嚟嘅。 日日都有在裡是是啊，擺定喺度得啦，係咪先啦？係啊，成日都會 call 白車噶嘛，啲老人家啊，呢樣又頭暈，嗰樣身慶，咪嗌白住車啦，十二車啦。我以前住嗰啲屋苑咧，有老人家多咧，就係咁樣啦，成日 B 啊 B 啊 B 啊咁樣嚟搞咁樣，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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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啊。咁啊，即係你你你唔介意就得啦，因為佢日日夜夜都有㗎。你老人家發生咩事係咪先啦？咁啊、嗯，你你中意，你知道晒呢啲嘢得㗎啦，咁樣。咁、嗯、啊，我得住就係、是。 基本上系靠你自己嘅选择嘅咁样。嗱，你记住咧，公公园系由八期组成啊，由荔枝角大桥将一至到四同埋八期咧，跟对面嗰五至七期咧就系分开咗嘅。五至七期咧就系万事达广场位置上系较挨近呢一个港铁站。咁啊，值得一提咧，系有养宠物嘅朋友，好似我哋咁样咧，就好留意啦。美孚新村嘅八期咧系公契规定咧，唔可以养九只嘅，其他期数就可以咁样。 咁啊，所以你自己要要要喺之前咧谂清楚。咁咧就樓價方面咧就嗱，我俾啲資料大家睇下。就喺二零二三年中就係、是、由一萬零五百五十蚊一尺到咧，一路跌跌跌跌跌跌，係啊 around 一年左右啦，就去到而家二零二四年嘅六月咧，跌到而家八千六百蚊到一尺。 咁啊，一年時間嚇，只係一年時間咧，跌咗十八點五個 percent，都幾金啊！我老實話你聽，咁啊，相對全面設立嘅誒，即係反彈咗個高位咧，即係當時二三月嗰陣時候，咪全面設立嘅，佢嘣，佢係升咗個高位咁啊，升咗高位之後咧，嘣，跌翻落而家呢個位咧，我可以話俾你聽，短短兩個月時間就跌咗十四點二個 percent，驚唔驚？怕 所以咧就即系佢个你可以睇到，因为佢跌得好急，跌得好深，所以彈都會彈得快。就呢一樣嘢咧，就你自己睇下，即、就、系、是、你會睇個價錢係點樣。即系話咧，如果佢再跌嘅話，其實佢個前景咧係會跌得比人的深嘅啦。即系咁啊，當然一陣間會再同大家講下點解呢個情況。咁啊，先講下嗯幾個最近賣咗個美孚新村嘅單位啦。 就係有一個係五期恒柏道一號中層 D 室，就係、是、受面積五百零九尺嘅兩房嘅間隔。原業主咧就係買咗之後一路住一路住一路住，咁跟住唉、哎，見到啲仔女大啦咁樣換樓啦咁樣，梗係換啲新啲嘅咁樣。咁啊於是乎用誒五百三十八萬。 就放盤咧十日就已經搏一聲賣咗啦，即係嗱證明咗係有好多人買嘅。咁啊搞一八萬啫，就五百三十萬就,买了就賣咗啦。上呎價咧就佢係賣得到一萬零四百十三蚊一尺。咁啊佢一九八九年已經買入噶啦，就係、是、用八十三萬啊嗰陣時候八十四萬啊就買咗啦。佢揸咗三十幾年嘅。 咁啊，成功沽貨就獲利四百四十六萬，升值咗五點三倍，但冇意思啦，呢啲係幾廿年嘅嘥鬼氣。咁啊，另外一個就係三期八老匯街五十八號中層私室，就早少少噶啦，就誒七百八十六尺，就係、是、三房嘅間隔，就西南望園景嘅，就最新咧就係用七百一十九萬賣出咗去。其實呢個已經喺誒大約兩個星期之前賣咗咁樣。 咁啊，實用個尺價係九千一百四十八蚊一尺。咁啊，原業主一九七三年買入嘅，你睇下啲全部都係好舊,很舊、好舊嘅買嘅啦咁樣。啊，七三年啊，即係可能一手咯，即係用十四點五萬買入啦，勁唔勁啊？犀利嘅。咁啊，货貨五啊一年啦，勁咧。咁啊，出之就賺得七百幾萬，咁啊即係富身家，可能喺嗰度賺翻嚟嘅，就獲利四十八倍。但你冇意思啊，五啊一年。 買你買股票唔知添啊！真係好啦，荔枝角道另外一間即係你個未分新村呢度嘅就係二期吉利徑嘅誒五號，佢又係誒六月六月初嗰時候買嘅應該係咁啊一伙係頂層户，頂層户應該可能要行行一層咯，即係受面即係四百十三尺，一房嘅間隔就向北嘅，咁啊最初開四百二十萬，跟住最後俾人再撳多十二萬，就四百零八萬隻逆手。 一個一個房嘅，咁就係九千八百七十九蚊一尺。咁啊喺二零一五年七月咧，就用三百九十五萬買翻嚟嘅。咁啊，揸咗九年，咁啊都叫賺咗十三萬，看到就三點三個 percent。咁你睇到啦，就係美湖新村咧，就誒，我就成日要同大家講就話，因為佢一個好舊好舊嘅屋苑啊，咁啊，即係幾廿年前已經落成噶啦嘛。 所以好多業主咧係好早已經係七幾年啊、八幾年啊係用一手買入嘅，咁啊或者係二手啊、一手二手買入，咁啊佢哋嘅價錢好低嘅咁樣。所以而家要賣嘅話咧，你近幾年買入或者近十年八年買入嘅誒新業主咧，好難同佢哋競爭價格，因為佢哋可以撳到好低，劈多啲都唔介意，因為對佢嚟講佢哋好平咁賣啊嘛。咁啊要走佢一定先走先嘅咁樣，除非你願意輸啦，輸得金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就。 你要記住，sorry 啊！喺 <laughs>、嗯、跌市嗰陣時候咧，你係好難係誒，即、呃、係、就是、走甩甩嘅，除非你係願意輸好多。咁啊，上次我都講過啦，就呢啲咁嘅舊嘅屋苑咧，係唔值得投資嘅。咁啊，即係簡稱係叫美夫死城」跌。咁啊，DJ 二。

即係如果你有有閒錢嘅話，你要去投資嘅咧，我覺得你應該要買啲新型嘅屋苑咁樣。咁啊，咁啊，因為啲誒，即、呃、係、就是、老人家多啦。咁而家要因為移民潮啊嘛，咁啊，即、就、係、是、都係啲老人家即係同埋啲仔女一齊移民嘅機會大啊，買一間樓佢佢有幾百萬賺啊嘛。咁你，佢，唉、嗯 <laughs> 哎、，sorry 啊，真係。 诶，尽快完咗呢、這个，系咳死嘅真系。咁啊，所以咧，佢哋如果卖楼嘅话咧，就佢可以减得好低。咁所以就即系好难顶噶啦。咁我估计啦吓，诶喺呢下半年嘅话，而家佢平均去到八千六百几蚊咯，我就好肯定啊，佢会跌穿八千蚊。所以你自己自己睇下，即系如果想卖楼嘅时候咧，可以再等一下情况。咁啊，呢就系我对美新村嘅建议啦。

即係點贊同 subscribe，記住繼續啊，將呢啲片去 send 俾你有需要嘅朋友。OK，拜拜。